是巫族圣女李七七。上个月圆之夜，我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，成为了宠妃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义齐王府，您是义齐王的侧妃。义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紧走了。陈娘娘，今天要让您惊艳侍寝呢。娘娘，您的好日子要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过，什么是侍寝啊？讨厌，血玉只在和李敖接近的时候有反应，莫非他和血玉有关系？看来我得想办法接近李敖验证一下。糟了！娘娘，每次见您都是那么特别。其实人家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蠢货！思雨啊，等我有机会了，我一定。老经理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这加了盐的茶怎么喝呀？解渴。年富不浅啊，王府里一个老相好，这又一个。你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知道收敛？你害羞了？哎，你脸红了。七七，无极，你当我死的？不公平！我可没动啊，我没有要抱的意思。李敖，你这下可好，名声全毁了。真是难缠。有什么感觉？吵。哎，不是，你有没有觉得兴奋，全身发痒？没有。哎呀，这女人打扮不比男人，她久得很。这么久，她要是重新投胎，换成两件裤都够了。局长，你可真幽默。